无出声，想要亲近到我，不知伊的心内在想啥。你知道你刚刚在唱歌的时候，朱大哥在旁边好享受，你就感动呢，你一直点头，为什么？哎，你在讲在唱歌啊，你不是说吗？我来注意听。你感冒呢？我啊，这输是输到真就是。我就是你是以爸爸的心情在你看，嗯。哎呀，输就好啊，啊不得吐啊，啊不是讲下个再博看麦，个博来就无路啊。没啦，这么没啦。没啦，你也算是谁啊？唔忙个时大接笔。没啦，我唔敢。哎呀，我想讲你爱想想的，你都十多年无再唱歌，啊你那会呀？你的声想进声在作战呢？啊那会一阵多无唱的是啥物话？啊是做无工课啊？做制作？无工课。哦，算做制作人，做戏叫制作。啊，做制作人嘛，袂歹，安内每个出来是无现金啊。啊，头拄说我咧讲啊，好耍嘛。哦，好耍啦。你有唱歌甲普通声拢会演啦。嗯。哦。久无听到会演。啊 ，Kian， 你说会演的话，为什么当初？会演。对啊。会演多好啊，那会演。会演。这做歹翻译个，这叫你拍字无变哪拍。会演。无故意变哪讲。会演嘛。会演，对对对，会演啊！哦，会演，你既然说你唱歌会演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在你最好的时候就离开演艺圈？弟兄前的时阵，你都还不爱唱呢。不，这个其实说来就是我对于这个演艺圈其实没有什么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。可是你阵都要探钱，都要探熊这时阵，那我可能无安全感。嗯，你要想好了，我阵作秀可能上加一天十万块，有的人一年赚两三亿，对不对？你知嘛？哦，我知我知。两三年呢？话输二三十亿，可能啊！赚这侪钱的人就无得赚得掉啊！我全部安尼，我变来赚得掉。你安尼讲毛利就悲哀，就弄死。啊！问拢问弟遐鱼遐古怪啊！啊！你即摆咧讲的拢讲我呢？我自头到尾拢无讲到你的名。啊！你就卖算唔知无我的名？哎哎，别个今日讲的嘛拢未讲名。我未讲，你食乌嘞呢？好啦好啦好啦，什么什么头家仔囡，咱卖假伊啦，唔多做对唔对？你卖假伊哦？哎呀，伊刚刚甲你嘿，他不敢打你吗？这你哦，嘿，赞哦，爱你是我的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就是一个人对对方的一个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啊，唔是无私哦，对啦，嘛无私对啦。哎，你刚才你搞我整笑了呢。我是想要讲个较好势，但是听起嘛同款。好好好，安尼我甲你讲，好好啊唱。好，你的歌响响起，我消失哩，人会感觉真奇怪。啊，就歌声好好，谢谢。消失哩，对不？但是十几年了，佮要来唱你的新专辑嘛，叫做《爱你是我的命》，是我的命，是爱你是我的命。对，嗯嗯。来，甲拍破啊，过你者。谢谢，谢谢。
寒，我煞拢无感觉。无你的我，连出去拢会惊。你敢会知影？无你的心情，你敢会心疼？如果你爱我。心痛，付出无条件，无计较，谁输赢？谁人了解我？我是爱你爱到无命，我对天就绝爱你。真情母子档，郑仲英跟许艺川，近期在夜市人生中精彩的对手戏让观众们印象深刻，母子间的感人情谊牵动着大家的情绪。现在夜市人生进入第二代的剧情，之前甚至还传出朱大哥想接演金大风，今天三人同台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就让我们看下去咯。现在已经过这是我们的世间人这么多，人做话就多，三世人讲五是话。你身在世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惨卖菜嘛是无关系。凡事想好开，烦恼放风飞，共同打拼行同齐，今年一定会好。你讲我想哦，你想，你朱大哥，你想，你出提干嘛要唱啊？提这条你唔？你别你别搞干嘛？什么？无啊，因为你是朱大哥阿弟，唔是拢爱搞干嘛？那个已经退流行了。哦，那个退流行了。阿伯姐，今麦现主席规个亚洲地区一开拢冲的唱这站名呢？哦，我知啦，我来爆菊拳对不？对啊。你意思你想要表演一下的对不？我这电话吹。你敢有喝多？有啦，已经两年。已经嫩嘞，你们看伊嫩嫩，伊只皮安尼真润，就拍蛋。无啦，朱大哥安尼好啦，咱来珍惜资源，啊无我蛋伊蛋没带新嘞，好不好？无你演一个戏，演那段好不好？恰恰一段。安尼无啦，阿姨做雷洪的演角，我无讲啊。无讲，都会无讲。爱的爱某啊，嗯，啊某外口有男朋友啊，阿姨食醋啊，对，哦，啊我来演就无下。我安怎讲，我嘛袂去演恁翁啊，对不？为啥？无啦，我唔是讲有啥啦，但是无下啦。那会袂啊？你看我徛咧边啊，嘛袂歹啊。恁两个有下，那无下？真的？你也拍死？那无下？所以啊，迄个编剧袂用找我。真的，我甲你讲，我细汉时嘛，家己会偷问呢。好。系啊，所以恁两个就下。唔是啦，我了解朱大哥的意思。嗯。你想要演？金大风，对啦，你要演金大风？无啦，迄我无咧讲迄啦，我是讲我无可能演到迄个号做来发啦，来发定老平安话，啊我无会啊，真对啦吼。啊，不过金大风喜欢叫你叫我妈妈来叫一下。我知影，我都无要演迄个角色，变哪叫你妈妈？我是讲你，无啦，哎，中英，看伊安尼咧，安娜，你讲请假遮水哦。